在外面捡了一只截流猴子。今天是阳光玫瑰抹茶千层。葡萄抹茶千层。葡萄又脆又甜。这个抹茶的味道甜甜的，不是那种苦抹茶。这个味道绝绝子了。吃完还是有点饿啊，回家拆个快递看看都到了些什么。土豆粉，土豆粉，好多土豆粉，还有两盒小饮料，这款饮料强烈推荐。